参观过世界上很多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还是一个奇葩，叫做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妓女博物馆，是一个以性产业为主题的博物馆，旨在向游客展示性工作者的生活、工作和经历，同时探讨性工作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议题。妓女博物馆展览内容涵盖了性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游客可以了解性工作者的个人故事、动机、挑战，以及他们在红灯区内的日常生活。博物馆展示了一些道具、照片、文物和展板，以展示性工作者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个博物馆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教育和启发来减少偏见和歧视，同时提供一个平台，让游客了解性工作者的生活。展览内容旨在引发关于性工作者、性平等、人权和社会问题等思考。博物馆试图打破关于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以及消除对他们的歧视。通过教育和信息传递，博物馆希望促进社会对性工作者的权益的关注和尊重。值得注意的是，在博物馆当中并没有真正的性工作者，展览内容是基于性工作者的故事和经验，但是博物馆并没有雇用实际性工作者作为展示对象。妓女博物馆可能引发游客对性产业、社会问题和道德议题的反思和讨论。游客参观后，考虑性工作者的权益、社会对待以及性产业合法化的影响。这是19世纪的装束。在南市参观了这个妓院以后，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呢？有香波，有牙齿，眼镜，墨镜，还有手表、帽子、眼镜、避孕套、钥匙、领带。裸体艺术和色情啊，总是有非常模糊的界限，尤其是艺术和色情。那么著名的画家梵高呢，曾经就是用过很多的人体模特。那么据说呢，他有一次把他自己的耳朵割下来了，把耳朵割下来以后送到哪里呢？送到了附近的妓院里面。在博物馆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忏悔墙，在这里呢写了很多人的经历和故事，非常有趣。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是一个充满独特氛围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对于很多人来说，红灯区代表了一种奇特和独特的体验。走在红灯区的街道上，看到窗口里摆着性工作者，可能会让人感到震惊和好奇。红灯区的灯光和建筑物在夜晚营造出一种绚丽的色彩，这个地区的夜景很美，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欣赏。红灯区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游客可能会对这个地方的历史产生兴趣，想要了解它在阿姆斯特丹市发展中的角色。对很多人来说，红灯区也可能引发道德思考，游客可能会在享受这个特殊的景观时思考合法化性产业是否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平衡性工作者的权益和社会的价值观。红灯区是一个娱乐和冒险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异国风情，探索不同的文化，以及体验与家乡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于关心社会问题的人来说，红灯区也可能引发关于性工作者的权益、人口贩运、性别平等等等问题的思考。这个地方的存在，促使人们探讨这些重要的议题。
在游览红灯区时，很多人会尊重性工作者的权益，并试图理解他们的生活背景和选择，这也是一种展现同理心和包容的方式。无论您是出于好奇还是探讨性产业问题，游览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都可能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在参观时尊重当地的规定和文化，以及性工作者的权益和隐私。风车被视为荷兰文化遗产的象征，是记录荷兰历史的最佳印证。这个国家靠着风车动力，使得伐木业与造船业繁荣发展。直到蒸汽动力取代了风车动力之后，风车才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荷兰人引以为豪地保留和维护着风车，并通过风车来传承和展示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工艺。秋天是游览阿姆斯特丹的最佳时期之一，运河两旁的树木开始变色，树叶随风飘扬。漫步在街道上，你能感受到红枫叶飘落的浪漫，让人惬意地感受到这座美丽的城市。秋天的到来，同时会让你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享受浪漫的阿姆斯特丹。